克在22岁所创作的钢琴变奏曲，此为人熟知童谣《小星星》。《小星星》旋律流行于当时的法国，本来是一首爱情歌曲。妈妈，请听我说，莫扎特以这首《妈妈，请听我说》的基础上，创作了12段变奏曲。今日我们4年爱班以此旋律，另外创作1段变奏曲，使用直笛吹奏方式呈现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布农族拍手歌，相信大家看过《看见台湾》后，对于片尾曲拍手歌的音乐一定相当感动和深刻。这首拍手歌的歌词：拍拍手，拍拍手，我们一起来拍手，歌唱吧，歌唱吧，我们一起来歌唱。简简单单的词意搭配歌声，竟能让人感受到这首歌的喜悦与祥和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欣赏4年爱班所带来的直笛曲《小星星》变奏曲和原住民布农族歌曲《拍手歌》。